傅开示过，许愿清修能够消掉往事三分之一的业障，许愿尊师重道也可以消掉三分之一的业障。那么如果同时许了这两个愿力，是不是等于消掉了往事三分之二的业障呢？你要做到啊，你两个愿力都要成功的呀，不成功有什么用啊？哦，就是做到的话是可以消掉三分之二，是可以的呀。哦，好的好的。那如果接着许愿一世修成渡人放生十万等大愿力，那么这些愿力加起来可以消多少的业障？你要做到，我话跟你没讲过啊？对，就是要做到之后。你做不到有什么用啊？你愿力到位了吗？就菩萨了呀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好了。嗯，好的。你说我要做多少多，我要做多少多少好事？你只是个想做好事的人呀。等到你好事，等到你好事全做了吗？你就是个好人了呀。对对对，是的。啊，好了。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